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r. Solomon。如果你有十支飞燕草，好似呢啲咁样，你会点样去插呢？咁今个礼拜咧，就同大家一齐咧做一个咁特别嘅飞燕草嘅作品啦。因为飞燕草咧系代表夏天嘅，咁加上呢啲咁特别嘅同埋好襟嘅大眼雀梅啦吓，同埋呢啲绿色嘅掌咧，三种花材，跟住咧仲有一个咁特别嘅有四个窿嘅container 咧。咁我哋咧就會好容易咧，大概十分鐘度咧就可以做咗一個咁宏偉嘅作品噶啦。咁所以大家記得啦，呢個作品咧千祈唔可以錯過㗎。